杨梅哦，又要吃 PPT 啊。在杨梅站通过，拜拜。我是观光列车长的113年5月26号杨梅火车站，6:05出发的是。1234小头发这就用三角机用 PPT 上了，其代币是1 1 2 2 2 7，小头发这就用三角机用的音律设一下3900C936区间车，机用8318829微小圈车2234。用八十九三幺加一的，也用八百熊小圈的。8329微小圈车，在杨梅站关闭成本准备时，12次抗击用。16:88，16:16，下一站波星。波星。看一下，应该杨在杨梅在待。骑单车，8:08这地方看见很脏话的，不用把这样刚刚教会，超级快速教会，希望再见，拜拜。